Hi, which one of you is Linda? I am. This is Happy Valentine's Day from Michael. Oh, that's so sweet of him. Thanks. 这一大误会，讲什么东西啊？接吻，那是接吻，国文怎么学？哎，我说，这个就是咱 Linda 小姐那对象，长得跟送披萨饼似的，这。他不是你说的什么像，他是花店送花的 delivery boy。Linda， 为了表示感谢，就理解性的hug 他一下，然后接了一个吻物。那是吻呢，不是物哎。哦，这哎哎，这合着送个花就能抱一下啊？还能接一个吻。要不说是西方发达呢，民族习惯先进呢，这个。This is love from Chris. Thank you. 还真是这习惯呗。哎，这里这花店跟哪儿啊？我买一束去。甭说别，咱先蒙他一道，先。行了。干什么呀？吻？No， 不可以。Valentine's Day 是情人节，啊，就是你可以买 gift 送给你心里面爱的人。You have to mean it， 不可以开玩笑。今天是情人节，我要去买鲜花送给。咋的？没人可送啊！乱讲！怎么会？我在考虑送给谁合适一点。要送给，应该送给一个我爱了她很久，可是一直又没有向她表白的那种女生。那你一送花，不就表示出来了吗？我可以托花店 deliver 给她，而且告诉花店不要告诉是谁送的鲜花。嗨，你这不瞎耽误工夫吗？你这个不可以这么讲吗？朦胧有时候反而会更美。让接到鲜花的人猜一猜是谁送给我这样子美丽的鲜花，也蛮浪漫蒂克的。 Right， right， 去什么？你就 right， right， 你听明白什么了？你告诉你们弟兄们，现在的小女孩啊，喜欢直给，明白吗？小胡同赶猪，直来直去。痛猪，哎，我不明白为什么现在的女孩子你说喜欢猪。我看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征求一下女生的意见。王琦说，忘了咱这有一女生。王琦告诉他们你怎么讲。啊，那个吧，我认为哈，含蓄是一种朦胧之美，那是我最欣赏的表达方式。是这样子吧？这样子什么样子？那是抱着树花那瞎猜，这他妈谁送的呢？那比没人送强多了。赵婷，说啥呢你？开饭了啊！咱们职工餐开饭了啊！黄叔，今天请我们吃什么好东西啊？经理不在家，炖两条红烧鱼，大伙儿吃吃。哎，我老黄，是不是这鱼马上就臭了？做完了糊弄我们这个？去你娘了个蛋吧！这我能拿臭鱼糊弄咱们大伙吗？啊，我老黄是那个人吗？哎呀，前天呀进了十条鱼。就臭了两条，我都做了卖给顾客了。哎，我的娘啊，别走啊，两位大哥，两位大哥不能走，他付钱了没有啊？什么人啊？哎，可是给我是秘吧。Not again. Who sent this? This is not for you. This is for a Chinese lady who works here. That's the one.
这花 for me 呀、啊？等等等，脑子负荷。能，我的 Chinese 来的。哇，大家看到没有？谁叫王鑫收不到花？大家看看谁送的？看看是谁这样傻、啊、？I mean 是谁这样好？哎，好。傻，这两个中国字很像，其实用的这儿也差不了多少。嗯，哎，我看看，我看看，你们念念啊。这束花代表我的心，花心呢、啊、这个。当你接到这束花时，正有一双眼睛黑黑的，默默的。默默的注视着你，一个爱你的人。哎，出发了，出发了，出发了啊！这是出什么事了？红普哥、嗯、我要衷心地谢谢你，又要我为你调芥末酱对不对？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。什么？要我每天都替你？你讲什么东西啊？朦胧是一种含蓄的美，让接到花的人想一想，猜一猜，是谁送给你这样美丽的花？你讲这花是我，你怎么以为会是我送的？因为只有你呀、啊，只有你才知道，那是我最欣赏的一种表达方式。也只有你才会托花店的人给我送花，而且不让他们告诉我是谁送的花。红普哥，原来我就是那个你爱了很久却一直不敢表示出来的那个女生啊。我真不敢相信。我也不敢相信。王鑫小姐，你听我说，我你叫我怎么讲出口？有啥说啥呗，你们台湾人都这样，挺大一老爷们儿，咋那肉唧唧的呢？我哪里肉唧，我是怕讲出来你听了会，也只好讲出来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王鑫小姐，情人节这一天你收到了一束美丽的黄玫瑰，它象征了像什么东西忘掉了，会蛮为你高兴的，同时会请你相信这些花的确不。你说啥？最后一句没听清，再说一遍。哇，惨死！怎么还叫我再讲一遍？我是讲这些话的确不是我说的。算你这人吧，就是幼。你是说这话是你送的，对不？比大姑娘还羞涩。什么羞涩？这话根本就不是我送的。Sorry， 我一着急怎么讲出来了？啊，不是你送的啊？你听了以后可千万不要想不开呀、啊！啥想不开呀、啊？为你呀、啊！我是平时瞅你老酸不溜丢的，寻思除了你谁还能整出这种事儿来？喂，我怎么会？不是你，那更好啊！哎，我，你说，会不会是文渊汉整的？我酸不溜。好，我酸，我酸，这是肯定是文渊汉整的。害羞，真的呀？肯定了，这你知道了。他们美国人的审美眼光都非常的怪怪的，专门喜欢追求像你这种长相非常有特点的女生。
No. I can't. I really cannot. 为啥？ Because, 我的年纪还很小。我的 mommy and daddy 不允许我接受这个样子的。And besides, 这个 gift 是别人送给你的。你不能再转送给我 you know? 咋是别人送的呀？这明明是你送给我的嘛。Right. 你给我 but I can take them. 不是我给你、是你给我。你给我我不要。要真跟你好了，整天这么整不明白，还不让你活活给绕死啊。 Wait a minute. 你是说这些花是我给你的？哎呀妈呀，你可绕出来了。 No, not me. This is not 我真的没有送花给你。No way. I swear, 我连想都没有想过。为啥没想过啊？你是说我就那么不是你正好、就冲你连个中国话都整不明白。是你送的话也不能跟你好。是不是你还能有谁呢？是你干的呀？知道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看你那杯 Coke 搁那一直没人动，我就给喝了。没问你这个，没问我这个、那就是上完厕所没冲水那事儿。呸！花倒不错，可惜银差了点。我也觉得这么好的花送给你是有点可惜了。我是说，那你干啥送我花呢？嗨，我那不是啊？你那意思是？我把花送给你的，哎呦妈呀，冤死我了，冤枉弟兄们！想我张小京，平时顶多就是偷鸡摸狗、胡说八道，但是我不至于干出这种事儿来呀！我说呢，像这种有情调、有修养、温馨浪漫、慷慨大方的事儿，你张小京也干不出来。呸！我凭什么干不出来呀、怎么说？你劝啊！我当然干不出来了，我俗啊，糙，我就一痞子。不是你，好，是。你好。哎，这花怎么？啊，一个特爱我的人，托花店给送来的。可惜这没人成印，看看。哎呦，送花还让别人猜，你们呐也太缺德了。哎呀，拜托，你不要一棍子打翻一船人好不好？这花不是我们送的，是那个送花人太缺德。哎，这送花的吧，也不一定缺德，人家本意还是好。嘛是吧？那至少是缺心眼，250一个，你才200。一定是那花店吧？没整明白，可能是他送错人了吧？对呀，我去问问花店，不就整明白了吗？哎，王鑫，王鑫，你别，王鑫！哎，陈哥。你急着白脸的干嘛呀？对呀、莫非这花是你送的？误会啊，天大的误会啊！
那花我本来是送，是送给你的吗？后来觉得人家比我年轻漂亮，临时改变主意了是吧？哎呦，不是，我怎么可能觉得她漂亮呢？干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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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哥们儿，这回你惨了。王熙从花店回来了，口口声声讲，没有想到杨大哥会爱上她。他还说，哦，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没想到就对了，拜托你们谁跟他讲一声，这本来就不是真的。哎，千万别，人家痴情少女这正在兴头上，你这一盆凉水浇下去，你非急出毛病来吧。那你的意思是将计就计，先去了他再说。先去他再说。那我非急出毛病来不可。你呀，起码呢也得是假戏真做，让王鑫呢高高兴兴的过完这个情人节，对不对？杨林班，我特批你半天假啊，陪着这个王鑫女生出去玩一玩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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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